好，我 J 風恭喜曬啦！完場四場 show 啦，首個嘅即係處男嘅 show 啦，自己心情點樣啊？哇！我而家好興奮，我都唔知聽日點算，我驚我個聽日嗰個 emotion 會 drop， 因為即係依幾日依四日，我哋開咗四場 show， 每一晚真係好精彩啊！咁個人係非常之 high， 咁聽日我唔知點會點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好感恩，因為真係依個機會等咗十年啊，等咗十年時間，終於有自己嘅舞台，覺得係好難得。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我好 enjoy， 雖然我第二場我覺得自己未識入去嗰個狀態，反而我未識 enjoy， 咁但係反而琴晚同埋今晚我就好放心，咁所以希望嚟緊可以挑戰更多嘅唔同嘅 challenge， 希望可以更加去一個更加大嘅台咯。有冇已經諗定第一樣嘢要做啲咩先？完咗 show 之後？我已經買了一個漢堡包，我經理人送了漢堡包給我吃，因為我已經幾個禮拜沒吃漢堡包。即是要戒口？是啊，要戒口，盡量咯，因為我很易肥的，所以我就想一個健康一點的狀態，還有今次是四面台，我真的未挑戰四面台，還有要自己一個，今晚我們唱了28隻歌，還有我發覺原來做四面台，即是要每一位都要盡量是周圍望，因為有些觀眾可能是坐在上高，其實他們都即是給自己錢，給錢入來去看我，所以其實我都不想令到他們即是忽略了他們，我想照顧所有人，所以我看到他們開心我就開心了。你是這樣在吊粉絲人，又說除衣又不除衣服。不是的，他們叫我除衣服，是不是即是公司不給的？是不是公司不給？他們都不是很想我走這個路線，這個性感的路線。你想走這個路線嘛？你自己想不想？我只信如果操得 fit 啲，我考慮嘅。你都操得好 fit 啦。唔係嘅，如果有機會上去紅館，我一定會操 fit 啲。嗯。一定。你係咪除衫？會唔會除衫啊？睇下點先啦。O K。但係今次我見到啦，即係好多觀眾見到好多 different language 喎，即係屬於你嘅 language， 準備咗幾耐呢啲？哇！依啲都準備咗好耐，其實反而我自己一直都有依啲拼音嘅，反而係。阿 Desmond， 我哋幫 production 嗰個要即係要睇住我啲節目，見到一句一句撳，咁佢一撳錯咧，其實我睇唔到咧。如果有機會唔記得嗰一句咧，我就甩。咁所以佢都好專，做得好，咁所以都要多謝 Desmond， 就係佢識睇我啲火星文。咁啊，四晚嘉賓啦，係咪全部親自邀請咧？四晚的嘉賓都是我有份一起去談，當然我是邀請他們的，但是就都是經我公司，我公司就很好，因為我之前我都有想過，哇，即我是第一場找了 AK， AK 他就要在紅館開演唱會，我都知道他很忙，但他都很好，他立刻就說 yes， 我做你嘉賓。另外有 Aga， 有 Jace，他們兩個自己都有各自自己的工作，我知道 Jace 好像又有舞台劇啊，Aga 要寫歌做自己的事，所以能夠邀請到他們其實我是很幸運，還有特別就是我公司給了一個很大的 surprise， 就是皇上做我嘉賓，因為之前我有想過的，因為在演唱會我送了兩張票給他，我就想他來看，但他竟然說他想做我嘉賓，所以真的要多謝他，真的他很好，我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報答他。我重禮送一隻腰給你。我仲問咗個經理，我話我係咪可以收啊？真係我呆咗啊！咁但係真係我會依一隻錶我一定會係收藏，會 keep 喺一個好 safe 嘅地方 ，keep 喺一個 safe 度。我諗我唔會戴噶啦，我唔想整壞或者跌爛咁樣，所以我就會睇下我會 keep 翻喺一個 safe place。係咪會收喺夾萬嗰度啊？哦，我會啊，一定會啊！一定會。但皇上送呢隻錶俾你係即係寓意係希望你下次演唱會就紅同佢去紅館見嘅喎，即係會如果第時真係會喺紅館開演唱會，會唔會攞翻出嚟先？我真係呢隻錶真係好貴啦，咁我唔想跌啦，但係我一定會揾機會，有一日我一定會戴嘅。嗯。咁你嗰個禮物咧，你預備俾佢一早落定？是有一早諗定嘅，咁但係送係啊送個 long long 嘅扣子。因為皇上中意啲好即係啲 antique 啊啲牌擺設，咁我諗好諗咗好耐，我就話我送咩俾佢啦？因為我上一次已經係即係送咗嗰啲自己親自屋企自己畫啊啲嘢，咁我覺得唔好啦，不如我抌本啲啦，咁我就送個 long long， 咁但係我估唔到佢會送隻錶俾我，我有少少想講 sorry 皇上。點為之抌本啊？
即係我係唔係自己整嘅咯，即係真係出去用錢去買咯。咁所以我希望佢會中意我個long long咯。自己心意，希望可以抒發到佢咯。自己心意都係一份好禮物嚟。嗯。都係㗎。再畫啲畫我都會㗎。如果佢，我都一定會繼續下次送一份大啲嘅禮物俾佢。今次係咪挑戰阿和尚開 encore 記錄？是不是挑戰啊？又不是挑戰的，但我真的估不到，即是粉絲很好，他們不肯走，那我真的想滿足他們，盡量他們叫我 encore 我就留在這裡唱，繼續唱，但是因為最後就要走，因為個個明天都要上班，這個場地都要關，所以就是的，但是看看紅館，有機會有紅館開的時候，我會唱久一點。怕不怕超時罰款？怕不怕超時怕的？怕啊，怕罰錢。老闆有沒有聯絡你？他們沒有聯絡我，但是我就 make sure 公司就 O 不 OK 啊，可不可以繼續唱啊，他們都說哎呀，是的，所以下次在紅館，想紅館，我想紅館，我會唱久一點。那支麥克風有沒有自己嚇親？我有沒有嚇親啊？我都沒有，因為昨晚我們之前都有少少的耳仔的問題，我覺得 no matter what the show goes on， 因為我們是一個 professional， 是我們是一個舞台的一個部分，我們一定要繼續我們要做的事，所以我盡量是係咯，即係唔好俾佢打敗或者有咩，即係繼續 show goes on， 繼續做咁啲反應又好好，所以多謝啲 fans。想紅館係咪會轉型做呢個跳唱歌手咁樣啊？好玩嘢啦，俾人鬧㗎！你奶啊！你自己台都講嘅，我都我當然我想跳舞咁，但係我知自己唔係好叻，咁但係我會努力嘅。但不要叫我跳唱歌手都不行。但是你覺得今我講笑啫，講笑。但是你覺得今次嗰啲排舞嗰啲舞蹈難唔難先？都難嘅，練咗好耐嘅，其實真係，因為我自己嘅即係個協調啊，同埋嗰啲身嗰啲筋咧好緊嘅，咁所以我都盡力噶啦。希望佢哋睇得開心。你練唱歌練得多啲定係練跳舞練得多啲？兩樣嘢啊，兩樣都。兩樣都。反正我每一晚都練聲，因為我知自己，你聽到我講嘢好細聲。咁我仲要唱28隻歌，仲要講嘅，仲有好多 top 位，咁所以自己真係要花好多心機好努力，因為每一樣嘢我發覺係你一定要花心機花努力，你先可以得到嘅 reward。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係真係值得，所以喺度都要多謝雞蓮老師，佢幫咗我好多。但係美芬親今次冇嚟捧場，會有啲可惜啊！我唔想講佢啊！我唔講佢啦，因為係啦，佢嚟唔到咁，好可惜啦。咁但係，我有媽咪爹哋，係媽咪爹哋好好，佢都好嘅。但係睇下下次上去紅館，佢如果佢唔嚟，我嬲死佢。你今次有冇嬲佢先？真係。梗係有啊，邊個唔會嬲啊？唔好講佢啊。